方力申同黄燕姿呢日以大使身份为慈善机构拍摄宣传硬照，今次硬照揾埋小朋友拍摄 ，Ivana 嘅眼神变得特别慈爱。唔知结咗婚几年嘅 Ivana 谂住几时生翻个 B B 咧？咁 Ivana 头先见你同小朋友拍摄呢个硬照都母性大发喎，你真系会太得意啦，心形眼喎即刻。系啊，佢好得意，同埋有时啲曳嘅小朋友 ，OK 你曳，咪过嚟倾下偈先啦。慢慢傾有事咁樣，有時都幾搞笑嘅，即係你以為佢曳，其實佢有好多諗法。嗯，咁會唔會自己都考慮之後生翻個？I don't know。你有冇啲意見俾佢啊？我幫下你啊！鼓勵，鼓勵，係啊！除了好奇 Ivana 的做人计划外，大家都很关心小芳的感情生活。之前小芳自爆用交友 App 识朋友，不过暂时未有对象。正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，虽然小芳说感情是随缘，但家人都很替她心急的。小芳，你都令人着急的就是你我着急对象问题。哦，是吗？問了很多年都是這樣，所以放棄我吧，不如大家不用我都不是的，沒有了，我都是。但是家人沒有催你的？家人天天都催。那你怎麼辦？那都沒辦法的，是吧？這些緣分的東西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什麼？我結婚又不是他們結婚，是不是？所以都是，就是，是的。Ivana會不會介紹多些女生給他吃？或者你有沒有一些男生介紹給我，有些姊妹？是吧？是啊，他們都想找男朋友。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都是做這方面的事情，就是不關自己的事情。成人班？有沒有？有，有，有，有。其實小邦和 Ivana 已經不是第一次為這個慈善機構擔任大使，很有愛心的 Ivana 還探訪過病童，和他們一起做手作。過時過節又會做那些卡，跟著一起做些勞作。同埋可以同佢哋一齊整 muffin 啦，整餃子。佢啲媽媽全部都會整好多嘢食。除咗係歡迎啲 visitors 之外咧，就係希望同啲小朋友一齊可以一齊去做一啲食物啊，或者做一啲手工咁樣咯。咁我知道小芳都應該好中意參與一啲慈善嘅活動啦，或者做一啲義工係咪？係啊，我都可以同佢哋一齊整啲嘢咯，即係整色整水啊。即我意思是即係畫畫嗰啲，即係水彩啊嗰啲。自己本身中意小朋友嘅。我自己中意噶，我頭都窒埋添，因為我自己冇自己嘅小朋友嘛，但係我都中意嘅，因為我即係游水啦，咁教游水啦，咁都有好多好多小朋友嘅，係啊。咁你自己係有耐性嘅人嘅，因為小朋友有時就會比較難控制噶嘛，有時。咁又唔係喎，所以我睇緊窒咧，係因為我淨係中意一啲乖嘅小朋友，係啊，因為曳嗰啲小朋友咧就唔係好中意嘅。